刘亦菲一直都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女神。15岁的刘亦菲一出道就凭借着出众的美貌跟气质俘获了很多粉丝，一路走来顺风顺水，拿过的奖项数不胜数。刘亦菲的作品类型有很多，其中最多的还是仙侠剧。可以这么说，放眼整个娱乐圈，没人比她更配得上神仙姐姐这个称号了。不过也有粉丝纳闷，为什么刘亦菲从来没有拍过清宫剧？刘亦菲的戏剧其实还是蛮广的，从现代到古代，言情到都市就没有她驾驭不了的角色，但唯独就没有清宫剧，所以就有网友为了弥补这个遗憾，就P了几张刘亦菲的清宫照。刘亦菲本就是气质清冷的美女，看完照片的网友都惊了，难道清宫戏里也有仙女？不要太美丽。不得不说，神仙姐姐什么造型都能驾驭。看完照片，网友纷纷表示，怪不得刘亦菲从来不拍清宫戏，这么漂亮，看完眼睛都要瞎了。神仙姐姐真的是盛世美颜呀，希望下次仙女姐姐挑战一下清宫剧哦。这么美的仙女姐姐要多多出现在大荧幕上，我们百看不厌的。